我刚才建了大概30张 Silco。我在搜的过程中，我大概建了很多那个 Zeri。好多 Silco 都没了。对对，应该没有 Jinx 吧？有一家是不是？然后我有一个 Jinx， 这是三个，你那有七张吧？十个，还有两个。我记得六张。哦，对，你是六张，对，你就两个 Nico， 对，你六张，那就外面还有三张。Control。哎，好像没有，不，一共是没有了，一共就是十张。我费卡是十张，不是十二张，对，四费是十二张。所以就是外面就没有了。你一口别人可能都，我看你一开始 Time Catch 也好，可能 Turn Up太晚了，在别人看到你这个时候，你应该可能卖掉其他的来收 Jinx。哇，但是也很 risky， 如果卖掉没收到，都锁不住血。呀，我刚才一直都是一星的东西在场上，哎，也很难。啊，没有机会玩过 Jinx， 我感觉很想 try 一下。大棒火男，大棒火男，来一波吗？抢一下，大棒火男得抢一下。阿克，我又没高装备，我操 ！Cyber， 那个是 Cyber。Second wind， 是谁？这是单装备吗？不要这样，我两个装备，累，大棒。
哇，这排那个是啊 ，Cyber 没挂号。什么 Cyber？ Cyber 还好，我以为是 Void Boy 应该是。不是，跟你说嘛 ，Cyber。7块钱，操！我的老花开始海盗了。我们演你一波，演不了。你可以尝试一下演，你这装备放上去就演不了我，好吧？我什么装备都没放啊！啊，这不是你啊、哦，那是另外那个人，我以为是你。我怕没有，我什么装备都没给。哎呀，你什么？我就上三个人，你怎么演我？下一个局就四个人了。对，四个人我可以不上人。但是我要凑这个钱，我有可能卖掉。那我演不了了，我这个事儿。加血的 Hex 啊，我靠！什么 Titan 什么，最好来两个金的回血的，我就爽了。第三阶段不会有加35了，只有第二阶段32你还可以。不是，他有时候第一次不就来？第一次会有，对，那我是说32不会有了。对，3-2会有，但是最后一个对于海盗，三阶段是不会拿到35血的。赛季第一次玩海盗，得小心点，还没搞清楚怎么样控制好血量。我觉得我上个 BF 应该也无所谓吧。那你们什么狼人吗？我应该不会玩狼人，我想要玩 Hextech。Again？ Yeah。后来那个老蚁。
好，你说出来。Seraphim。我想一想。哇，这个40块钱了。两个技能都没开出来 ，Holy shit！ 感觉自己好像有点强呀，怎么办？大家应该都比我强，我放心。谁呀？是谁啊？这个还行吧。OK， 哎，一个都没死吗，兄弟？不要这样，又一个没死。这个是要 report 的。有点弱呀。What？ I'm level six. Level six Seraphim， 我操！ Actually level five 就来了。太假了。花几连败？六连败。在干什么？怎么回事你？哎、啊，好强，好吧？你怎么那么强？六连败你强？我想你那么多血应该很强才对，我操！你上了一个羊刀 ，bro。你放屁吧，一个羊刀不是那种问题，就你本身太弱了 ，fuck。No fucking strong。不玩独自了吗？我操！我想想，这个上谁？这不完蛋了吗？这个就……上奇迹！他妈给 MF 上个羊刀根本无所谓，好吧？我操！哦 ，fucking OP！ 他不是多放了一个技能的东西，他妈上多！哎呀，那有可能你的成长路线有点强。拉倒吧！
我这次确保你不要放技能。你先抓过来。可以。还是挺强的。打死了我两个人。钱多啊，奇迹四十块钱。这个圈儿是什么意思？防装，防起来。大腰带，请任选一样。这个圈儿是什么意思？也挺好，就这样吧。那你这一 hex tag 感觉就要送分了，操！呀，耶！一名满血给我打断了，操！哦啊！我太慢了，忘了，我操！少了2块钱。操你妈傻逼！那再搜一张啊，再自然来一张 ，Ezreal please。来一张 Ezreal please， 推下车的话，四个推下。哦，自然爆了一个，自然爆了一个 Ezreal。来个刀妹，我操 ！Very fucking good。
recombinant kind of recombinator. You got Zerius. VIP driven 神装，哦，没有羊刀。哇，好强！哎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这个人又开始了。我怎么了？这个人好强，然后吃鸡了，又开始了。这个、你不是刚刚血入我？你看你几个人？六个人入我。没有用的。没有用吗？没有用的，哪次有用了？你告诉我。哇 ，Zeri 来了。哦 ，Zeri 来了，那你上 Zeri 啊？不是我，别人，我操！啊，我在看别人 ，scouting， 别人来，我用 Zeri 有什么用？我操，卵用没有？来，最后一名，三星火男。打 Zeri， 完了，肯定打不过这个。三星 Zephyr 火男，这是什么鬼？最后一名。三星 Catherine， 三星 Zephyr， very cool， 我操！那我还打不过他吗？我说连胜排，连胜叫什么 ？Mercenary 流，连胜没了，我的十连胜。连胜雇佣兵，我这是。啊，我的十连胜没了。OK， 杰瑞留一下。OK， 那为什么可以拿？又是他妈腰带吗？爆发一波，加油！再让我赢个两轮。哦，找到了。哦，这个纯三星的来了，现在这个我绝对打不过。根本打不动，这个人太硬了，后里线。哇，这种肉，不是这个怎么打呀？这个肉成这样，那主要把你的羊刀 MF 吹起来了吗？你把你自己船长卡住了，现在回来晕死了。他扔的，不是我自己卡的。又是他们什么什么什么？我怕待会儿来大剑，我把这个合了，我先等一下再合。我操！什么？我以为你的装备有点爽。就是前排有点脆。全一星啊，全排一星啊，他不来啊，没办法。你要花钱啊。那不行，我升九才能花钱。那你不能怪人家自然不来的。我这个运气真的，我只能说，不可能来的。对，这是花钱啊，我这前排也一星。抽了一个良心的，这狐狸一刷，我他妈所有人都半血，我操！这个也是打不过，果然。Holy shit！ 我还杀别人呢。
你还在上海上的海盗？对啊，有点贪。实力起来，爆发一波。有点贪啊，老华。我操！我操！又断我脸上。AZN 马兔。二星 Seraphim 吗 ，Daniel？ 我没有办法，这个比 Bernada 好，之前是一个 Bernada 打工，非常 troll。来了，漂亮！来了，我的 Jinx 来了。这个三星，哦，还好，应该打得过吧？应该。Man， 应该。I suck 打过了。What the fuck？ 太菜了。就把你送走了。Draven。我操，二星进个三的话，哎呦，那你这有点凶啊。我只要上50块钱再搜，对，还比较多。这法师，我有这个狐狸。哇，这狐狸有点痛。还剩九级，不啰嗦了。爱一体无绝吧。我好像六级应该把钱花完。I think that's the problem. 反正应该血都扛进前四了，也、yeah， 可以。爽，啊，咱这第七的吧，很好。看一下啊，看一下。
一堆人，叫你一堆人，兄弟。哎呀，我 Jinx 准备勾了，完了要被吃了吗 ？Jinx， 可以，提前看看，回血。哇，这个斩杀太凶了！斩杀兄弟，斩杀，各种斩杀。二星 Victor， 二星 Jinx。我收不到金色。我就差个两星 Jace。想打谁？有人想罩我。吃鸡了，绝对吃了呀！这个是滴血吃鸡，可以。哎，这第一名我一直没跟他碰过，碰他一下。哎，良心这一次 nice， very nice。解吗？怎么？哎，有解吗？阿姨，喂。等一下啊。就罗密城。喂。哦，谢，真会吹。喂。哎，别别。哎，陈慧啊。这个照的有点厉害，我操，这不会打不过吧，兄弟？是，不会吗 ？Oh shit, no, dude, come on！ 没人给我吹。